今日的 ET 個舉推介是中電信啦，728啦。咁經濟日報嘅投資熱話組揀選原因就係5G 前景樂觀啦嚇。今年全球 5G 網絡基建營收按年增加近四成啊。咁預期內地強化 5G 應用之下，股份首選中國電信。咁中電信 5G 用戶較高增長啦，加上息率吸引啦，值得睇好嘅。咁中電信啦早前向中證監更新 A 股招股書啦，預告上半年業績表現強勁啦，咁預料個盈利增幅大約兩成六去到兩成八，全年嚟講，根據彭博綜合預測，中電信今年盈利預料係240.9亿人民币，按年增長16%嘅。咁就策略而言啦，建議喺2.9以下收集中電信，中線目標睇3.7啦，跌穿2.65就止蝕嘅。